度北投洋阿力组业绩活动九日深夜在北投洋文物馆广场前进行，有台南市长黄伟哲带领耆老族亲各级处首长一同请呼，祝福文化延续与感谢祖灵护佑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因疫情再度升温，阿力组业绩是希腊雅文化重要的祭典，规模虽可缩小，但是不能停办，也让乡亲及青年深入认识参与，应是当务之急。是第一次参加了，所以我就想说有这个经验，然后过来这边，然后大概先了解一下，这样就是现在有这个活动，就是要让他们回来，这样就是刚好他的祭典啊，然后就回来参加这样啊，来帮忙回来帮忙这样啊，哎呀，把他的那个意思延承下去这样啊，不然的话我也怕说这个文化会流失掉啊，哎呀，还怕会断层。北投洋业绩在族亲努力下，今年迈入第23个年头，在祭祀主持祭典依序请壶为阿力祖安祖灵，点珠过火腹部礼，经五次敬酒后再行翻珠礼完成祭拜，在午夜时进行迁取为祖灵现场可祈福，隔日在举行三项祭祖灵后结束。上天我们维持这个北部的传统和文化，让我们的后世子孙也当了解，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哈，能够文化有传承，那历史才能够被记得。最后，希腊雅族女性围着圈进行迁取仪式，为祖灵献唱和祈福，也祈求今年天降甘霖，疏解旱象。原视新闻打给台南嘉里采访。